You've been lost and alone in the city of lights, I know. Getting high, feeling low, and it's out of your control. You should know that I won't leave you. I'll stay.冬季存货，冬天快到了，很快就会无法送补给物资到基地。珍珠塔无论如何都会继续运作。不过，要是没有粮食和设备，一点屁用也没有，帮个忙吧。我接受，然后追踪一下，然后送这个东西。帮托是长这样。哦，大概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派遣这台。这台算吧，这台，我觉得这台好了，对，还是最终还是选这一台。OK，好，到了，这个在哪里啊？那个专有平台在这里啊。那首先好用点是东西在哪里？我在这里啊，在前面。这东西好，我卡住了。对，这是我的键盘问题还是怎么样？它有时候会停住这样。然后，连接，哦耶，好，等一下就是怎么回去啊？这样，然后还绕一大圈。OK，好。我还有载具备用零件哦。那我看一下载具的备用零件。这个哦，载具备用零件哪里会有？目前这里就没有，算了，就只能看到那边再找吧。
那我们就缓慢的开到那边去吧。对，也是缓慢的到。OK，好，到了。那我们就移到水坝这边。OK，好，那我们就移动吧。对对对对，没想到，移去哪里？那水坝，哦，已经到物流基地了。但重点是，哦，物流基地怎么那么远呢？我们先到这边吧。走上去这边，对，好，再去备用零件。对，这个，然后怎么走呢？呵呵，怎么走就是一个大问题啊。我走另外一边会怎样？看看。
等等等等，好的，可以往下走，好，没事。这边走下去会怎样？这边我擦，好，有落石泥啊。只用它看它需要什么细节，维修备用零件。咦，算了，这个东西之后再处理。来处理然后我怎么回去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我这样回去，这样有点困难。所以就只能走原路啊。OK，终于到了，耶！好的，物管理，先卸货，然后再往前开。OK，好，钻牛做月以维持，太好了，我们现在一起搞定，谢谢你。你可以直接从我们仓库拿取任何需要的零件来维修塔台。先试讲一下，仓库现已使用，维修站现已可使用，哦耶！